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中篇地狱见闻六大火热地狱。2018年9月29日，弟子拜佛结束念经时，观世音菩萨传意念于弟子：孩子，你莫害怕，多次领你魂魄下地狱，是因为现世的阳人恶业深重，以后地狱会一层又一层的加建，也是地藏王菩萨慈悲这些造恶业果的人，也慈悲怜悯我法门子弟，希望他们不要坠落地狱。为师现在看到在网络上微信 Facebook WhatsApp QQ 微博等等借佛敛财的弟子，为师很心痛，我现叫护法带你去惩戒敛财及杀业的大地狱，待会回阳间记得写出来让大家警惕，莫造恶业，莫造恶业，现在天时已经很快了。观地菩萨说，如若不好好忏悔，我会叫护法惩戒。甚之甚之，大火热地狱惩戒敛财大杀业，尤其是靠杀生害命赚取利润。来到一座城墙前，还没进去就已经感觉到闷热的空气，古老黝黑的城门紧闭，空气是火红的天空，里面传出男男女女哀嚎呼喊的声音，感觉这个城可以容纳大概10000余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罪灵。今天门外没人看守，我等了许久，一个鬼差急急忙忙走来向我问话，没接到指令，说有洋人魂魄游地府，哪里来的？我回答，我是心灵法门子弟，接菩萨指令下来描写地狱景象。鬼差向上空问了几句，沉默了几秒，就点头让我进去。城门打开，我站在阶台上，旁边两处阶梯是通往城里的，上面可以看见下面是很大的一片空地，没有其余建筑物，很多火锅在冒烟，因为放得零零散散，我也不知道多少，有很多值边的鬼差。我走下去，看见一个女罪灵跪在地上，全身没穿衣服，很多结痂的伤口，鬼差不顾罪灵的反抗，用鞭抽打女罪灵，意念传来，这个女罪灵生前在佛门地方靠佛赚取利润，又不守佛门戒律，在外淫乱，死后堕地狱。抽打完后，把女罪灵很粗暴地从地上拉起来，赶到一处台阶，命令她躺下去。过后，另一个鬼差拿了锯子，开始砍罪灵的手脚，连骨一起砍断，随手丢地上。我看到到处都是断手残脚的肢体，还有肉碎。女罪灵的意识还是处于清醒状态，真的是活受罪。第二天，待地府天明亮后，地府的白天是灰色的天空，没有太阳，罪灵的身体都会自动恢复成刚下地狱的样子，然后又开始第二天的惩戒，直到刑罚完毕。如果洋人生前靠杀业赚取利润，因为你害众生命杀害他们，那么死后这些果报也是让你一一承受。这里每到一个时辰就会放大火烧整个城，鬼差会从城内退出，里面的罪灵会被活活烧死。罪由心起，因为你心中的贪念引来这些罪业之火，可怜可怜，罪灵都是为了赚取利润才去敛财，才去赚这种黑心钱，都是罪灵心中的贪引来这些大火烧。奉劝心灵法门的弟子们，师父讲的话是真的，不可以利用佛友赚钱，将来下地狱可不好受。我看完后得鬼差点头示意可以回阳间，急急忙忙绕过那无数残骸步向城楼。出城不久后，听见有鬼差喊烧城，漫天大火就焚烧起来，整个城被包围在火海中。我如往常找到回阳市的电梯就醒过来了。2018年11月17日，来信疑惑265。